小宝宝，如果有你来生的话，我倒是很乐意出那一份力。我倒是很乐意出你一份力。突然间，说实话，我不是弄他的，我只是自己在尝试不同的东西。就像撒花瓣在这里面，还有技术含量。 导演被你这样真的受不了。虽然我觉得你都其实夜华有点小浪漫，倩倩，白浅没有，白浅肯定没有，很大条。好。 这世界很酷。